现在是20249月2号早上凌晨5:12，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元武团伙公开的残害，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视频开头，大家可以清晰的听到，走了枪，变了调的鸡叫声，就像鬼哭狼嚎一样，彻夜的在疯狂的进行鸡叫。这些都是贪官李全武团伙思想病态、丧心病狂的操作制造和播放的噪音。从昨天晚上9月1号晚间、夜间，夜间8点钟、20点钟左右，就开始疯狂的投毒下药，投放不明气体，一直到现在，彻夜的疯狂的投毒下药，投放不明气体，投放不明气体。同时，刚刚大家也听到了，也是疯狂的鸡叫，长年累月，长达7年多，日复一日，每天我都是遭受着如此的残害，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李全武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。由来已久，隐形很多，地方黑暗。